婆家深夜寻味，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宵夜哦，就是很 fresh 之余也不会太重，然后现场又有 live band 啊，然后又配这些 sparkling 的饮料啊，那些我觉得很整个很清新。Volcano Ring 辣螃蟹，对，那个 chili crab， 对的那个酱料，很特别耶，哇，